据早前鲁西县电视台新闻报道视频显示，武功山管委会曾经为王林举行授牌仪式，授予王林武功山大师称号，时任萍乡市政协主席、鲁西县县长、县政协主席、武功山管委会主任出席授牌仪式。据武功山景区资料介绍，武功山位于江西省萍乡市东南，是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、国家地质公园。昨日，记者致电鲁西县县委常委、武功山管委会主任贾春辉，贾春辉证实，几年前武功山管委会曾给王林颁发武功山大师称号，他强调该称号是由武功山风景区颁发的，不是鲁西县政府颁发的。至于为何给王林颁发武功山大师称号，贾春辉以电话中不方便透露为由拒绝透露。近日，继气功大师王林在江西省萍乡市鲁西县的豪华别墅王府被摘牌后，又爆出其在宜春市拥有三栋别墅，其在宜春的别墅一栋位于一葫芦海逸山庄，另外两栋位于张竹路独家里。娱乐99整理报道。